原来洪大哥所说的黄金，就是我眼前的南澳金贝。不过看着它张口闭口的样子，似乎不太好惹啊。这会咬人，你看。会咬人哦。对啊。啊，不小心那个就被夹住了。对，来夹一个。好了。夹住了。还好，其实还比较温柔。哎呦，我说你温柔，你还真就，但是它那个肉确实是那种滑滑的哈，特别嫩。南澳金贝是汕头大学实验站在华贵制孔扇贝的基础上提高类胡萝卜素含量人工培育的新品种，除了营养价值更为丰富，南澳金贝的滋味还更为鲜甜。金贝的登场方法十分简单，直接放进锅里加热，连水都不用加，贝壳中存储的水分就足够把它的肉蒸熟。